这颗种子，它很重要。无数宝贵的灵魂把他们的命运和希望托付给我们。放在这里，真的安全吗？来吧。 这里有伊露恩的庇护，能够隐藏这颗种子，远离恶人的魔掌。但是总有一天，它必须离开梦境的摇篮，在我们的世界扎根。到那时候，就轮到我们来保护它。 我亲爱的卡多雷，你们的苦难，你们的付出，都绝对不会白费。这是我的承诺。 却管不住我的憎恨，他们清楚明白，永恒的火焰就要降临，早已近在咫尺。如今，他们还在黑暗中垂死挣扎，迷失在所谓的梦境里。 被那些剥夺我们权利的人蒙骗，他们全是叛徒，所以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 他们的苦难正要开始。看啊，这就是埃达希尔，全新的世界之树即将开花并诞生于艾泽拉斯。它是生命循环的完美体现。 它的枝干中充满卡多雷的灵魂。在这棵树跨越到我们的世界之前，我们必须守护这个希望的象征。不，我们必须救他们！见证暗夜的武器，还有你们的末路。跟我走。 非得保护梦境不可。祝你有个好梦，埃达希尔。和谐之冠，生长于两界，
是生死之间的窗口。他的种子由凛冬女王送给泰兰达，在翡翠梦境这里成长茁壮。但有人为了自己的目的，想将他的力量据为己有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。我就知道你会来，简直像飞蛾扑火一样。哦，我一直很想让你见证这一幕，亚历士卓沙。这个世界之树的内心蕴含着强大力量，并充满了暗影和烈焰。不过既然你和你的勇士都来了，那正好，我应该现在就解决你们。能打败背叛我们的女王，绝对是一场光荣的战斗。但我们有计划，菲拉卡，别忘了你巧妙的计划，这样才能贬低、羞辱和击溃他们。打开通往神殿的道路，然后那棵树就会是你的。没错，等到我的东西，我的敌人就会在烈焰中灭亡。诺拉娜，你让整个兽穴陷入火海，你到底在发什么疯？泰达希尔让我睁开眼睛看到真理，光凭意志力是救不了我们族人的，黑夜战士。火烧森林的景象，我们的族人已经看得够多了。诺拉娜，无论这些狂热者给了你什么保证，都不值得用火源之戒将会造成的死伤来换。我只是向这些狂热者保证，会让他们得到与生俱来的权利。火焰会让我们再次得到你那些龙族守卫者吝于分享的永生。诺拉娜，等等我。诺拉娜是我的救世勇士，我刚才迟疑了，但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。到地面跟我会合，我们一起去追他。我们在浪费宝贵的时间，弄进裂府一下就能切开这个屏障。这么简单的工作你都办不到吗？一旦全勇被烈焰吞没，被我的烈焰吞没，那整个界域就会熊熊燃烧，然后透过那棵树，整个艾泽拉斯都会陷入火海。但你却要我浪费力量来弥补你的失败。我只是以为，请原谅我，我们会破除这个屏障。不，你没机会了。